AI 通道线属于深受用户喜爱的指标之一，指标采用即时数据进行自动化的全局分析，利用智能演算法推算市场当前关键位置，简洁而且直觉化的长期、中期以及短期的通道顶底，有效观察升穿或者跌穿重要支持位，作出及时的操作策略，亦都可以利用通道内徘徊的走势，可以轻松作出部署，尤其是低买高沽短炒波段范围。这个指标更加结合了各种支持以及阻力位的数据，在部署操作上提供最有效的辅助水位预算。由于观察通道线需要展示比较长期的图表，建议采用电脑版进行观察，手机版作为辅助。长期通道深蓝色有线由两个或者以上的关键点组成，上方的线属于通道顶，具有阻力效应，下方的线属于通道底，具有支持的效应。中期通道白色粗线反映中期趋势，属于走势上比较重要的通道，通道的顶底具有比较关键的阻力和支持。短期通道红色右线反映短期的趋势，通道的顶底具有比较一般的阻力和支持。关键阻力白色虚线中期走势的高位，属于关键阻力，不会轻易顺利升穿，如果配合大成交升穿，有可能触发加速上升。关键支持紫红色虚线中期走势的低位，属于关键支持，不会轻易跌穿，如果配合大成交跌穿，有可能触发加速下跌。压力位支持位深绿色实线，压力位和支持位的之间属于筹码密集区间，一样具有阻力支持效应，走势比较倾向在这个区间里面波动。前顶阻力橙色虚线比较近期的关键前高位，具有很强的阻力，价位去到这条线容易遇阻回落，如果配合大成交升穿，利好后市。底部支持海绿色虚线比较近期的关键低位，具有很强的支持，如果失手跌穿，将会加速下跌。当前阻力绿色实线当前短期的阻力位，具有一般的阻力效应，短期需要升穿，升势才可以延续。当前支持紫色实线当前短期的支持位，具有一般的支持效应，如果一旦跌穿，短期升势将会结束。一幅平平无奇的阴阳烛图表无法解读当前走势，更加不会显示关键的位置，就算人手后期加上线段都有可能误判关键的位置。 AI 通道线能够利用人工智能采用经过优化的演算法捕捉其内的关键点。通道线必须由两个或者以上的关键点组成，
如果关键点是高位，形成出来的就是通道线顶，对后市的走势具有阻力的效应。如果关键点是在低位，形成出来的就是通道线底，对后市的走势具有支持的效应。而通道线顶或者通道线底之间属于通道区间，就好像画面所示的灰色区域，后市的走势偏向在区间里面的低位和高位震荡横行，直至升穿或者跌穿通道，先会发展另一波行情。就好像画面所示，深蓝色的右线属于长期通道。对于大部分的交易操作，由白色线组成的中期通道具有比较重要的参考性，而由红色线组成的短期通道主要针对比较短期的走势。至于通道线的阻力和支持力度，或者叫做重要程度，大致可以分为三级。三粒星的长期通道属于非常强力，两粒星的中期通道属于强力，一粒星的短期通道属于一般。当低位或者高位发展形成之后，通道线就会产生。通道线底具有支持的效应，价位去到这里附近一般都会获得支持，而且触发反弹。通道线顶具有阻力的效应，价位去到这里附近容易出现遇阻，触发回吐调整。除了长、中、短期的通道线，配合实时而且自动化产生的各种关键线，预早了解走势的顶、底、目标，有效提升操作上的水位预算。关键阻力白色虚线属于针对中期走势的高位，关键支持紫红色虚线属于针对中期走势的低位，两者之间属于中期区间，价位偏向在这个区域里面运行，直至出现突破。三粒星的关键阻力和关键支持属于非常强力的阻力和支持，不会轻易升穿或者跌穿。在海绿色实线的压力位和支持位之间属于资金筹码密集区，价位偏向在这个区域里面运行，直至出现突破。两粒星的压力位和支持位属于强力的阻力支持，不轻易顺利升穿或者跌破。橙色虚线的前顶阻力属于比较近期的关键前顶高位，而海绿色虚线的底部支持属于比较近期的关键低位，两者之间属于近期区间，价位偏向在这个区域里面运行，直至出现突破。两粒星的前顶阻力和底部支持属于强力的阻力和支持，不轻易顺利升穿或者跌破。绿色实线的当前阻力属于当前短期的阻力位，具有一般的阻力效应，短期需要升穿，升势才可以延续。紫色实线的当前支持属于当前短期的支持位，具有一般的支持效应，如果一旦跌穿，短期的升势将会结束。一粒星的当前阻力和当前支持属于一般的阻力和支持，比较容易升穿或者跌穿。
深蓝色右线的长期通道为例，由于支持阻力效应非常强，可以在通道线底获得支持，而且以洋烛收市，我尝试买入，并且用通道线底作为防守。如果后市跌穿防守位收市，应该考虑沽货止蚀避险。当通道线形成交叉状态，意味出现收缩三角状态，最后会出现两种结果，可能向上破位上升，亦都有可能破位下跌。就好似演示的示范例子，在价位到达通道线顶，如果成交额比较高，而且明显升穿了通道线顶，后市有机会是一个上升浪的开始，适宜进行买入，而且设定一个有效而且比较近的防守位，作为止蚀避险的策略。同样是收缩三角状态的走势形态，但是价位跌穿了通道线底，这种情况宣告走势全面转弱，应该及时考虑沽货避险。根据通道线的方向，在持续向下发展的走势属于下降通道形态，如果前期错过了沽货的机会，可以等待价位反弹去通道线顶的价位，比价位在比较高的位置才沽货，尽量减少损失。原则上下降通道的形态属于弱势，除了衍生工具之外，不建议逢低买入。白色线的中期通道，由于采用的周期比较中庸，而且更加容易掌握变化，属于比较普遍的操作参考。当价位升穿了通道线顶，形态偏向利好，即宜进行买入。当走势跌穿了深蓝色右线的长期通道底之后，再产生了白色粗线的中期通道，而且获得阳烛支持，可以视之为短暂跌破或者假跌破。在这个时候可以采取策略性的买入，并且用白色粗线的中期通道底作为防守位，如果再次跌穿，就需要执行止蚀避险。风险意识是非常重要的，如果以阴烛跌穿了通道线底，尤其是深蓝色右线的长期通道，或者白色粗线的中期通道，应该首先考虑沽货避险，期望避免后期的深度下跌。针对一些波段操作，在向上发展的趋势，如果已经产生了通道线，而且价位到达了通道线底，以阳烛收市或者接近收市，可以策略性买入操作，并且用通道线底作为防守位。阴烛跌穿就需要沽货止蚀避险。当价位升到去通道线顶，如果收市或者接近收市都无法有效突破，证明遇到阻力，可以考虑在这里沽货止赚避险。在走势的发展过程，针对比较短期的走势，可以参考红色右线的短期通道。当价位升穿了短期通道线顶，可以考虑一些短期的买入操作，而且采用通道线底作为防守，如果跌穿应该沽货避险。有些比较常见的情况，在突破了通道线顶之后，属于买入的形态，但是走势没有加速上升，如果用通道线顶作为防守，短线可能遇到拉回下跌，只要收市没有跌穿了防守位，
都可以继续被走势发展。在下跌的行情，如果跌穿了通道线底，代表支持失败，应该考虑沽货避险。但是有一些情况，短线出现了拉回上升，但是没办法升回去通道线底，这些是需要沽货的操作。利用 AI 通道线这个指标，另外一个非常需要了解的操作技巧，就是预先了解获利的水位。当考虑买入之前，需要观察各种阻力位置，如果上升的水位比较充足，可以预期获利的空间比较多。由于走势的图表千变万化，当前面对的阻力位各有不同，请参考本影片的支持阻力段落。以下的范围是一些例子，买入位和关键阻力是否足够距离，买入位和前顶阻力是否足够距离，买入位和中期通道是否足够距离。AI 通道线适用在各种周期的图表，无论长期趋势的年线、月线，以至针对超短线的小时、分钟图表，都能够发挥重要的参考价值。和其他的指标一样，在采用的周期，例如是日线图，虽然可以观察分析精细的走势，但是都不可以忽略经常参考上一层级大趋势的周线图。任何支持和阻力，越高周期层级的效应强度亦都相对会越高。例如周线图的力量效应是会高于日线图，强烈建议搭配其他指标进行合并分析，而且多加观察练习，必定会事半功倍。